学院的同学演唱起流行音乐时，无论歌声还是现场都透露着一种专业范儿。低沉缓慢的和声演绎出了天籁般的旋律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听听。学东校区合唱团在演奏大厅内，开头的交响乐出来时让人心中升起鸡皮疙瘩。专业的合唱团队演唱出了不一样的平凡之路，大气宏伟的歌声仿佛在激励人心，听着热泪盈眶。和声给人一种非常空灵的感觉。据悉他们是四川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，演唱的很多歌曲都纷纷走红网络。大学合唱团后来，悠扬婉转的钢琴声再搭配同学们的歌声，让整个教室都回荡着深入人心的旋律。特别是男生与女生的配合，让人听着沉醉其中。有一个